气了。你回宜兴，我来送车。他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？昨天下午。我们走吧。啊，你就别去了。没，你在这儿陪你妈妈几天吧。没事的，我都跟我妈说好了，我明天跟着司机师傅一起回来就好了。嗯。啊，那我就不跟去了。你自己收拾东西老是丢三落四的。司机师傅也不用送我们了，我来开车。你有驾照？当然，有时候我们单位会去一些极端环境做考察，比如像沙漠雪地之类的我都开过，所以普通高速你可以放心。我的驾照。你为什么在这儿啊？不用回家过年。我早从宜兴过来的，如果昨天不是除夕，我昨天就过来了。晶晶，我气了。我睡会儿。